东北季风的浪啊，其实在这边其实它会打得很高，然后尤其在如果又遇上台风，然后或者是可能有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其实它的浪会直接打到这个房子里面。我们都会身为它有点像是伸出一只手来保护这个家。本节目由消费高手未尝好冠名赞助播出。